是嘛咧，看我后边的古早戏院就知。我即摆伫咧高雄的基山，今仔日虽然落雨，但是无法度阻止我去基山加迷拢的心。原来以前的戏院是安尼款的哦，这个是伊的售票口，售票要蹲下来买的。对啊，要蹲下来买。这个小镇谢谢安尼。鸡腿耶，包的肉粽耶，吃一粒，很香的，有一个火干的味耶。 OK， 马上就拍开来吃。有一个鸡肉，里面的油葱有够多，下面是蒜头豆油菇，人包粽啊。我问你的粽啊，even 我没吃它的料，我只是吃它的味，我都吃到香鼻，有够香的香啊。南部的豆油菇是比较甜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每次过做水洗以来就会变这样。我对台湾的了解已经是越来越深了。哦，蒜头比较淡哦，那个油葱哇，这重口味耶。我感觉鸡腿鱼的鸡肝的味啊，掺掺安尼哇，足复杂的足侪味，味足重就一定要配汤啦。这碗是啥物？你敢知？是鸡鸭汤，这块就是刺鸡风，大家应该有听过烤鸡风、冬鸡风、各类菜风，叫什么什么风的，拢是客家菜来的。内底的肉是猪肉掺鱼肉。伊有烤鸡风，我点刺鸡啊，因为我家己食刺鸡啊。真甜。安尼配我是第一届。以前肉粽我拢配素心汤啊，配这个清甜的，蛮特别的。好食，好食。哇，我实在是风雨无阻啊！迄雨愈来愈大诶，看后边就是基山车站，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诶。安怎入去呢？第一个来诶，可能是落雨的关系。老姐兄，有足侪条啊，今日拢无开。好，正在动。这个车会摇诶，让你体验一个以前坐火车的感觉。我有闻到一个足旧的味。刚才是茶壶的味，尝尽人云人，那就结束摄影吧。不是什么，是金蕉脆皮冰啊！基山出产足侪足侪足侪金蕉的，以前种金蕉、卖金蕉的足侪好野人的。我好像讲太多了，不要讲这个了。你妈就试吃看麦。外口是唔是个巧克力脆皮，内底则有金蕉皮。第一个食安个即款个冰，你那芒果咧，肚量有金蕉吼，加嘛有种其他足济水果个，包括山芋，山芋冰嘛来一块。哎，这个贵个拢山芋 ，very 的山芋啊，这个应该叫一支山芋，唔是一块。来，好你食啊。第三家的马祖庙，水耶！伊个店馆的龙啊，还有神像啊，拢足够多耶，做一个可爱风诶。写完马祖庙了后，就要去基山边仔的客家村迷拢。但是迷拢的内容收济收济，所以就后一集继续咯。其实他在马来西亚度假，不想剪片。你点点啦，拜拜！客家大院诶。欸，我不知道这会当入来无诶，大家卖分享这样皮出去哦。对，哇，有感觉哦。